Hello YouTube， 我哋今日咧又嚟玩另外一只日本嘅 iOS 嘅 game 啊，咁呢个 game 咧就叫做 Quiz RPG 魔法使いと黒猫のウィッチ。咁啊，咩意思咧？就系呢个 Quiz RPG 魔法师与黑猫之 Witch。咁呢只应该系嗰个有只嘢喺个魔法师隔篱咧，咁应该系佢嘅名嚟嘅，咁叫 Witch。系啦，咁 Witch 应该系咩解咧？应该如无意外就应该系解呢、這、一个智慧啦 ，Witch。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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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前言，魔法师嘅道路啊，唔系呢个系讲啊，啪啪啪啪。啊，立志要行上呢个魔法师道路嘅你，我哋开咗呢道门啦，啪啪啪，废话。魔道士 Guild の Master， 我呢个系一个魔法师铺头嚟嘅，呢个系个铺头老细啊。啊，未见过你个样喎，啊，你一定系训练生嚟啊，喂，呢啲其实唔使翻译噶，有中文字噶。不过呢个其实佢嘅故事系点样，其实 Who cares？ 我哋主要都系要玩个游戏嘅啫。咁呢个 game 咧，仲冇打日文嘅，打翻英文先。咁呢个 game 呢就係、是、史莱姆阿史大呢就同我讲话有隻咁嘅 game， 咁佢呀自己唔識日文，咁结果呢就我喺度玩啦，变咗係啦。咁其实佢应该又係嗰啲转珠 game 嚟嘅，但佢又唔係话转珠得晒啦，佢係答问题嘅游戏呢个係。睇下先，我要揀一张初期嘅 card， 哇！最底嗰只咧系铁龙 ，Metal Dragon， 但系点睇都好似最顶嗰只最劲喎，小骑士 Ignis 呢个啦，好唔好啊？佢嘅特别攻击啊，唔系特别嘅技能系呢、這个打一个敌人嘅呢个咩 ？Take down ten damage， show up。敵全体家族戦の中の中ダメージ。OK。Metal Dragon。以 Metal Dragon 就係打全体喎。唔係呢個都一樣嘅。算啦呢、這個啦，我鍾意佢型啦夠。火騎士。Ignis。OK， 係。OK。哼，心が決めたようだな。何か質問はあるか？冇嘢，冇嘢問你啊。呢啲初期讲故事呢啲咧，其实我好想翻译，但系问题系佢讲故事讲太耐，佢讲故事讲太耐嘅时候咧，搞到我唔好想。平时做嘢已经经常性翻译日文噶啦，咁所以咧，喂呢条女咩水？哦，呢个女真系叫 Witch， 佢系你嘅，佢会变成我师傅咯，会系。魔道士嘅 ranking 系どうだっていいか、そんなこと君も興味ないだろうし。師匠と試しに君は呼んでみる。やはは。死啦！我今日讲日文唔记得翻译添。总之就讲故事啦。咁呢个女仔咧就叫 Witch 啦。咁佢就系负责教我哋啲新玩家去点样玩呢个游戏嘅。好啦，咁佢又话呢度咧系嗰个市镇啦。咁呢度会喺呢度买嘢啦，或者有啲新嘅一啲 quest 啦，咁就喺呢度攞啦。我哋会。好啦，咁啊呢个系最基本嘅。魔法の英雄練習挑戦しますか？要唔要挑戰呢個地圖啊？好，挑戰呢個 quest。其實即係同 PAD 同神魔差唔多，都係要揀一啲quest 啦，揀一啲你想玩嘅 quest 啦。咁啊入到去裏邊咧 ，OK 啦。咁啊而家去介紹我哋最基本嘅呢個魔法。揀屬性，跟住一個咧就係、是。叫精灵出嚟 ，OK， 佢其实一样啦，同 PAD 一样啦 ，OK， 属性，就系、是、呢个电就黑水，水黑火，火黑电 ，OK， 咁出边三只都水嚟嘅，咁我哋用电啦，咁我哋见到下面有四格咧，咁四格系咩问题呢？生活同杂学啦，跟住右边咧都系电嘅嗰一个咧系 anime 同埋 game， 跟住下面嗰个系两个系运动，我哋答系运动问题，我好想答。生活杂学啦。第一问，
喺跟住落嚟 business manner 里边 ，horenso 呢阿爹喊阿拉拉嗰度白话多咧。哦 ，horenso 系日本一个，首先说过，唔得，我解释唔切啦，哎呀，点算啊？我好想翻译啊，但系因为佢个 timer 咧喺度慢慢降低紧咧，我答唔切，我解释唔切。我哋问 anime 同 game 啊。第二问，加近阿鲁嗰度喵喵喵喵啊！有一套卡通片个主角叫做 Nero， 叫做 Nero， 我唔识，我大佬冇睇过、哦。弗兰达斯诺犬，弗兰达斯诺萨鲁，弗兰达斯诺尼克，我觉得应该系马骝咯、啊，狗原来唔识，冇睇过嗰套卡通片、哦。佢话个主角叫 Nero，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水啊，好、啊、运动问题啊，运动问题冇理由唔识啦，系咪先？运动 footwork 系指咩？会不会是指脚的运动啦？咁啊，搭衫啦，脚简单啦、啊。耶、yeah. 欸！诶，做乜我要神之手？咦？佢讲咩啊？妈，佢话危急的时候咧，喺附近其实会有啲魔法师可以帮到我哋。佢话讲啊讲嘅，佢问你习惯未？系啦。哦，佢系讲埋头先我讲嘅嘢啦，火黑雷，雷黑水，水黑火，系啦。第二战 ，OK， 我可唔可以拣自己嗰啲咩噶？哦，譬如如果我想用咧佢哋啲特殊技能嘅话咧，就要我连续唔系连续啊，系要再答啱多几多条问题之后咧，先至可以开始用嘅。OK， 咁啊，我哋答啲 physics 问题啊，我答啲。第一問，蜂蟲鳥裏面有啲咩西邊啲客家話你都，哇，大佬叫咩？花粉啊，花粉咯、啊。佢話由蜂啊、蟲或者鳥嚟到運送出去嘅嗰一啲種子，嗰一啲叫咩？花粉。答啲藝能問題啊，不如我哋啊，唔好啊，水黑火喎、啊，藝能問題。藝能我冇睇電視喎，近排我唔知喎，1998年。魔灵娘，魔灵娘的 debut 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我不知道、啊、大佬魔灵娘 Morning Call Morning Call Morning Call Morning Service Morning Call 不懂啊大佬，我都没看魔灵娘少女时代，因为现在看答什么好呢，生活和杂货应该会简单一点，桌球和网球用的球打嗰个波嘅叫咩 ？racket， 第二 racket 多 ，yes， 轻轻松松。哇死啊！答错好多条问题、哦，我发觉我唔系咁博学、哦，唔系好掂。诶，系咪得大佬？系咪得大佬？认真啲先，似系得大佬啊！おっと、なんだか強そうなの出てきたわね。系啦，佢话。有啲比较上劲少少嘅出咗嚟 ，OK， 咁啊，跟住我哋而家可以咧选择去出绝招。嗱，我呢个角色啊 ，Ignis， 佢嘅绝技叫做红莲人，就系全体敌人啦，火属性嘅中 damage。Yes， 嘣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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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几靓喎啲画面真系，哇，一嘢搞掂啊！问题唔使答啦，我想答问题喎，但系。Clear， 我好想答问题。获得嘅高735，获得三张卡。其实 exactly 就系同而家啲转珠机一样，但系佢就变咗系答问题。唔错唔错。辛苦晒啦你嘅训练。跟住落嚟佢会解释咩叫卡咧？听一听先啦。卡どんな説明を聞きますか？はいどうぞ。さてどうぞそれじゃカードの説明を始めるね。OK。喂，佢话佢会解释好耐，嗌我唔好瞓着、哦。其实一样啫嘛，其实同神魔同埋 PAD 一样，其实可以唔使睇。系啦，呢、這个就系队伍编成啦，队伍编成啦，同平时一样啦，都系自己揀完啲卡，跟住之后再摆上去上面嗰度啦。系啦，队伍编成，强化合成，都一样啦。可唔可以唔听啊？可唔可以 skip 啊？我想 skip 喎、啊，我想 skip 喎、啊。Let me go back， 佢唔俾我翻转头，一定要睇。得啦，拣
哦，但系唔系喎，佢都有嘢搞喎，即系我拉一张卡上上边，索索索索就见呢嗰四张卡度系啱啲，跟住拣一张合成牌掉上上边，强化合成 ，boom 炸！哇，好靓啊！啲过场画面好靓啊！我中意呢个 game， 不过咧呢、這个 game 就有嘢唔好啦。咁你 PAD 咧叫做唔识日文都可以玩，因为转珠嘛。咁如果你要玩呢个 game 咧，你系真系一定要识日文。你要识日文之余咧，你要识答啲问题。咦，有 daily bonus 喎 ，login bonus， yeah，login bonus 有啲咩送咗俾我啊？我喺边度睇啊？我依系哦 ，menu，present， 有一个水晶，跟住有200 meter 系咩意思啊？马路呢只咩嚟噶？跟住有五个 crystal， 呢啲 crystal 应该即系好似神魔同埋 PAD 上面嘅魔法石咁样，应该系。我哋睇下先啊。呢度冇嘢睇。我点样可以睇翻我自己的袋里边？嘎嚓 ，crystal。好啦，我哋试玩多一个啊，答多几条问题先好嘛？不过呢个 game 咧，因为我要即时做翻译嘅关系咧，咁所以其实咧，比起平时玩其他 game 咧，会有啲困难。即系我又要答问题，我又要翻译，我边度做得咁多嘢同时间？咩啊？咁我记得啦，不是那么，我问咩事？跟住我系有呢、這、一个佢喺呢个橡树上面可以攞啲咩？系天然嘅树胶，天然胶木。正解，呢个系特别任务嚟，特别敌人啊！哇，发现都补伤啊！要答啱问题先至可以开到补伤。OK， 水黑火，我哋答呢个运动嘅问题，我哋答足球里面攞分嘅先。我依好想话到你，三啦。龙门有一个非常之好的扑救，不是啊，攞分喎，因为是 cash， 所以我不看足球嘅，点解咧？唔识足球嘛。半 K， スグレダモノは多少ダメになっても価値を失わない。という意味は、という意味のことわざ。腐っても、太。我啲日文真系唔系讲玩笑啊！呢、這个我翻译唔到，佢意思系问咧，佢问话，只要系好嘢嘅话，就算有少少问题，都仲系好嘢。咁、那个答案就系咧，佢杀啲无梯，就系就算已经系腐烂咗都好，佢都系一条鲷鱼，系啊，即系好嘢就始终系好嘢嚟嘅，系啊，唔知系咪咁解啊？唔啱样。好，我哋答多啲运动嘅问题，我哋答多啲。回転レシーブという技を初めて使われた球技は何？旋转レシーブ。呢一招最初用嘅系咩运动？唔系排球就系乒乓波喎，得乒乓波。排球原来答案系，我啱啊！我知道系排，一系排球，一系乒乓波，原来系排球。我哋答啲理系嘅问题啊 ，physics。单位呢自己，kilo、mega、giga、giga、tera、tera。Yes。佢问咩？佢问题系咩咧？单位最大系咩咧？佢要答 kilo、mega、giga。跟住之后系咩 ？tera。即系等于 megabyte 啊？等先，英文里边过十八千万、十万、百万、一百万系咩？Million，million， 喺我讲紧嘢，翻译嘅时候无啦啦弹啲嘢出嚟，又要打敌人啦。我呢个 game 我好中意啊，答问题我中意啊。水黑火运动嘅问题，跟住落以后落嚟嘅运动有边一样嘢系唔用球棒嘅？网球、乒乓波、羽毛球。足球啦，足球用足球会用网球拍嘅，会用拍嘅咩？你当我傻噶？你当我第一日出嚟做运动啊？真系，哎呀，好痛好痛！
答多啲 physics 嘅问题先，我哋俗语人哋咪行啦呢个咪可以系得沙咪唔系喎，佢沙咪，我得，我个脑谂唔到嘢，突然间翻译都翻译唔到。其实佢意思系咧，你个鼻里边有啲嘢入咗去，跟住行嘅时候咧，跟住系啊，跟住又将啲嘢喷出嚟嘅嗰个动作叫咩？佢沙咪即系打一次，我唔知点解我谂咁耐，唔知点解。我谂紧系鼻屎系咪？但又唔系鼻屎喎，又唔系傻嘅。哇！强敌人，我想出招啊！喂，要答咁多三条问题，我答得三条嚟，佢都死咗啦。水黑火 ，anime 同 game 嘅问题。好啦，第一条。サザエさんが地球予告の最後にサザエさんがすることは月の落ちの誰？哇！死啦！我有睇过噶呢条卡通片。サザエさん，佢到最尾系玩咩噶 ？Ken 他妈，唔系 Ken 他妈。Junkin，Junkin，Yeah！沙哉山呢套卡通片咧，佢哋每一集咧喺最尾咧话俾你听下个礼拜做咩嘅时候咧，佢哋到最尾系会猜包烟斗嘅。包烟斗日文就系 Junkin， 系啦。咦，我可以出招喎？呢个咩招 ？Quiz 开多哟 ，Toki no senior skill。我呢个系我答问题首先可以用嘅 skill 嚟嘅。水黑火吻系，尝试下蛋白本先。美しいものの上に美しいものを加え，喺靓嘅上面再加多啲靓嘅嘢嘅呢个四字成语系叫咩咧？锦上添花，轻轻松松。哇！但打佢唔死喎，咁劲啊喂！搞错喂，死咯我。答多次文系问题先。Union Jack，Union Jack，Union Jack， 叫做 Union Jack 嘅国家嘅国旗系边一个？英国、俄罗斯、法国、意大利 ？Union Jack 系咪英国啊？哇！太劲啦！我实在系太犀利。哇！我死咗我条友。诶，有人嚟帮手喎！我死咗一个人，跟住有个人叫 Sati 嘅过嚟帮手喎。但系我可以出招喎，而家敌全体火属性中 damage。Yes！ 轰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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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K 喎。对呀。直接。毎年の基礎訓練、水泥の召喚と火薬。魔力最大值升咗三，魔力回复翻。哦，佢呢个咧就唔系叫体力，升 level 嘅时候咧，佢会回复翻啲魔力啦。魔力就系好似平时玩其他 game 嗰啲体力咁样嘅。获得咗好多张卡喎，嚟咗帮手嘅 Sati 神，我要唔要 follow 佢？唔 follow， 唔识你，识你老鼠。以为 OK 喎。呢个 game 而家仲系我哋喺呢一个 tutorial 里面啦，其实应该仲系叫做系嘛？我而家系见习魔导士。OK， 而家我哋可以继续玩落去啦。咁大家就留 comment 啦。咁呢个 game 咧，因为真系要识得日文先可以玩到啦。咁所以其实之后我仲会继续玩，因为我好中意答问题喂。但系仲拍唔拍系一个问题，因为我拍嘅时候咧，我又要谂个答案系咩，我又要翻译。跟住翻译得嚟嘅时候咧，就见到佢条巴咧就缩到鬼死咁短咁样咧，我完全冇时间再继续去谂嗰个问答案系乜嘢。咁啊呢个可以继续拍嘅，咁但系大家仲继续会唔会有兴趣玩啊？大家或者对于呢条片有咩意见咯？呢个 game 有咩意见？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暂时玩住咁多先。咁啊大家记得下面留言，同埋记得 like 啦。呢啲日本 game 啊，有啲咩日本 game？ PAD 我会继续玩嘅，神魔我都应该会玩。咁啊，另外仲有好多 game 啦，睇下之后玩啲咩啦。咁啊，今日呢条片暂时到此为止啦，系咁先啦，拜拜。